学术文化的进步和思想言论的自由而奋斗，到民国八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播种人。民国47年4月8号下午5:20，胡适博士从美国返回台湾，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，到机场欢迎这位著名学者的各界人士有500多人。民国47年12月17号是胡适博士的68岁生日，也是国立北京大学60周年校庆。这天天气显得特别晴朗，胡博士早晨在书房里带着愉快的心情教阅师门5年级，预备分赠给朋友。当年中央研究院很小，当年中央研究院来的时候只有2个馆舍，大概是。那么这个在当年其实就是大概田里头一个田地里的一个平房，这是知道他要回来专门为他盖的，为他盖的，这政府出钱为他盖，应该是。但也不是盖的特别豪华那种，在当年看起来应该是不算很好，是很宽敞。我觉得在当年，对，因为1950年台湾其实条件很糟，也是很糟的。不是的早餐，一碗稀饭。一片面包，一碟菜，一杯橘子水，一杯咖啡，中西合璧。是，中西合璧。这多少高朋满座在这里聊天，他爱交朋友，爱交朋友。我们那天聊天的时候讲到，不是他们那辈的人，所有的人，不管是科学家、政治人物，就是人文的历史学者什么的，这个胡先生基本都蛮有欣赏，都蛮喜欢的，是，对不对？各界的人，是。就算你就学术上差意见不一样，可是基本上都还觉得这个人是一个挺好的。对，他这个为人处事这方面。人们说小时候看唐德康写他那个杂役啊，里面说到说在美国在纽约住的时候，去一个不晓得土耳其人还是什么开的小餐馆，那小餐馆吃饭吃着吃着。那个餐馆老板过来问唐德刚说：“这个胡博士什么？”他很惊讶，他说：“你怎么认识胡博士？”他说：“我们这儿的人都认识。”是，他随特别随和，特别随和。就在书房办公室。听说他这夫人的主要业余爱好是打麻将。对。是啊，这书房哪里都有书了，这是学者的家里。大胆的假设，小心的求证，实际。我怎么倒觉得这个李敖的字有点受他影响似的？真的，这个长笔大画的。那咱们还是文道给我们介绍一下钱老师。对，因为钱永祥老师啊是。在大陆，如果你常常看，比如说以前读书杂志，或者各类学术期刊，一定都会非常熟悉他。他发表过很多很重要的、影响力很大的文章，那可以说是今天华人世界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，一个自由主义的学者。我个人的专业上，我比较是注重做这个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，当代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。对，说到这个自由主义啊，我现在感觉啊，大陆过去是就是一般的人呢、是不知道殷海光的，是胡适略有耳闻，但是你看近些年呢，是首先是胡适非常热了，大量的书籍这个出版，殷海光呢也渐渐为人所知，是。可是呢，就是只知其一，好像不知其二，对，有一个很模糊的印象，觉得这是一个好像这个很这个耿直的人。很有棱角的这么一个人，但而且甚至现在大陆，我有些朋友连雷震也都开始清楚，夏道平都知道，是，对。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，就是从胡适到雷震到殷海光这几个自由主义者，在台湾他其实
带来的影响是什么？因为大陆这些自由主义者全完蛋嘛，对不对？不是跟雷震两位先生创办了自由中国半月刊。嗯，自由中国半月刊从1949年11月开始出刊，一直办到了1960年9月吧。11年一共出了260期。嗯，那当时台湾是一个非常高压的控制的社会，那么当时的社会也是一个相对而言非常贫穷落后的一个社会，自由中国在这个社会里面所产生的那种影响非常强大。嗯，那这不只是在这个十一年的历史中间的影响，自由中国在这个十一年里面，它每半个月出刊一期，薄薄的一本，但是它在这十一年里面把中华民国到台湾当时的环境，国际环境，包括台湾跟大陆的关系，包括面对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权的态度，大概都谈了一遍。那在这个之后，1960年他被停刊，雷震入狱坐牢10年。嗯，在这个之后，一直到我想到1980年代，唯一能够提出一套完整的陈述台湾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，然后对这些问题提出一套蛮完整的解决方案的，只有自由中国半月刊。嗯，所以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的话，我们当时也是年轻的时候，当然也东看西看，喜欢也去看西方的东西啊什么的，但是我想我们整个看这个台湾这个环境，看这个中国的这个当时的这个局面，自由中国半月刊所提供的整套概念架构是给我们，我还对我们滋润最大。哎呦，那真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话，雷震、尹海、胡适跟雷震是自由中国半月刊的创始者，尹海光是自由中国最重要的作者之一。嗯，是。那他们在这方面的影响力，我想是那我会说一直到1980到1985还在，都在。九韵古法配桃花春曲，采无极之水，汇原酒精华，年份端江，与景共酒。核心科技就在格力，格力电瓶技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，让节能舒适一路领先。一赫兹好变频，格力掌握核心科技。他先讲家庭的部分，他的所谓感情世界，因为感情世界，哎，包括他自己的成长，他的父亲。那这个就是胡江东秀夫人嘛，啊，对，哎，那当然，你在这个现在这个关于跟这个 Williams 这个事情，就是大家都好像特别感兴趣。对，嗯，是是是。到底是不是有一段感情呢？肯定有，应该是有。相信肯定有。这个好像是，在威廉斯看来，胡适的胆小，一为两间是最大的原因。这是什么书？独立评论发刊物。独立评论发刊物。对对对。嗯。哦。新月。对。啊，那这都是五四时期的啊。对，那时候很尖锐的时事评论。嗯。胡先生从1949到大概1956是住在美国，对，哎，然后那段时间大概是心情也很不愉快，也比较辛苦，而且，哎，对，听说是蛮辛苦的。49到56，就唐德刚写的最好看就那一段。哦，是是，对，哎，他心情很不愉快的原因是什么？我想当时他们那一辈的中国人，一种国破家亡的感觉吧，觉然后对于台湾的前途，对于中华民国的未来。哇，他们一则是非常关心，但是另外一方面又觉得使不上劲儿，是使不上劲儿的感觉。所以胡先生他1957年回台湾当中央研究院的院长，在台湾那时候是一个大事，哇，对他个人而言也是一个大事。对，就是他终于回来，他觉得又有一个机会来发展他的抱负。啊，抱负。那对于台湾而言的话，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怎么讲，雪中送炭。对，就是说当时台湾真的是风雨飘摇。对。
所有在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人物几乎都要不然就留在大陆，对，要不然就是流亡海外，对，那以胡适的地位，对，他居然在这个时候愿意回台湾，回台湾，在台湾担任正式的这个职务，担任主持中央研究院，所以那时候台湾的人我还对他而言是感真的非常感激感激。所以我常常想说，胡先生去世的时候，嗯，引起那种市井小民那种街头祭拜，对，那个不是发动，那可不是不是发动，这是发自内心的。我一直觉得说为什么，后来我慢慢想说，可能跟那个时候在台湾的老百姓心里头觉得胡先生是认同我们的，来支持我们的那种感激。去世，成千成万人为他哀悼痛哭，泣不成声。从南京东路经过东化路、东山到南港的路上，人山人海，不论男女老幼，都站在路旁向胡博士陵衬致敬。